都打理好了。我这儿也没什么事了，你去睡吧。夫人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明天老爷一走，这么大的家，就只剩下夫人和巧儿了。傻孩子，女流之辈，照样可以当家。有我在，别怕啊。夫人，老爷能把少爷找回来吗？能不能找回来，谁心里都没个底。但总得有人去找啊。要是老爷真的不能把少爷给找回来，我就自己去。我就不相信，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就这么活生生的没了。夫人去，我也去。放心吧，老爷一定能够把少爷找回来的。走，咱们去看看老爷。还没歇着。爹，您这次出远门，一路上孤孤单单的，子苏实在是不放心呢。不放心又能如何？只要能找到明月，别说是舟车劳顿之苦，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，也在所不惜啊。怕的是明月她。爹，明月打小跟您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一般的宵小绝不是她的对手。我担心的不是这些，我担心咱们镖局与人有过节，咱们家恐怕早有人惦记了。可是明月一向办事谨慎，怎么会跟人有过节呢？爹，天风派出去的人怎么没有回信呢？事不关己，谁能真正尽心尽力呀？明月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这件事一出来，我就没想借他人之手。只是田丰他……田丰打小跟明月形同手足，这也是他的一番好意啊。是啊，杜家一老一少确实帮了咱们家不少忙，不然就是陪人家镖银这一块，咱们孙家也就垮了家了。只要明月可以回来，子苏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他们杜家。我也愿意。不说这些了，回去歇着吧。爹，这是我平日里攒的一些银子，您带着路上用，不要再省这个省那个了，对自己的身体要小心一些啊。家里够用吗？子苏自有安排，您放心吧。好啊，赶紧歇着去吧。啊，
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居然敢背着我偷汉子，你金海兄弟，玉堂兄弟，我投案去了，我家里的爹娘就拜托你了。但是叫两个人起来应该不难吧？要不然叫你们老板出来。这，哎呦！三爷，临街的时候早就没有了，实在不是故意让你找不愉快的。你看，您大人有大量嘛。喝个茶哪儿这么多啰嗦嘛？就那两个了，叫他们起来。新三爷，
您这么一来，不是让小的为难了吗？要不这样，邢三爷，您今天呢就委屈点儿，坐那边的那个包厢，这茶钱、饭钱都算我的，您看行不？我说你们是越活越回头了，是不是？连三爷的话你也敢打折扣啊？看来我不教训教训你这个老家伙，你就什么事儿啊？这大清早的，说话不怕风大闪舌头。这天子脚下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人了吗？是邢三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杜公子您在这儿，希望没伤到您喝茶的兴致。邢三，你也知道喝茶的兴致啊？是，邢三该死，邢三伤了杜公子的兴致，是邢三该死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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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。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下次再让我见到你欺负人，小心我拆了你的骨头架子。走吧。是，杜公子以后你有事差遣，我邢三一定帮你。快！杜公子，楼上请。好，楼上请。杜公子，杜公子，杜公子，各位早。杜公子，杜公子，哎呀，来，请。来，闪开，后边，闪开。展开！光天化日，竟敢阻拦官军，莫非活得不耐烦了？白某不敢。白某微念，与人犯那段山高海深的兄弟情谊，特备水酒一碗，还请官爷法外施恩。仅此水酒一碗，从此便阴阳相隔，请官爷法外施恩。那就快点，别误了本官的事。多谢官爷。白玉堂，金海兄，玉堂兄弟。玉堂兄弟，我没想到你会来啊。金海兄，喝吧。一路走好。黄泉路上有你这碗酒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老家那边有我，你放心的去吧。走，这儿。
堂兄弟，金海来生再给你叩头了。怎么了？我突然觉得胸口好疼。橘子，你快去禀报老夫人，我这就扶夫人回房去。哦。什么不好了？少夫人她怎么了？少夫人她的病又犯了，我是来禀报老夫人的，你快进去通报老夫人吧。哎呀，老夫人正在禅房里，这个时候打搅她，你不怕，我还怕她怪罪。哎呀，都要出人命了，你还穷迂腐什么呀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你，老夫人，少夫人她又发病了，您老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她人现在在哪儿啊？刚才在花房，现在回房去了。走走走。快扶我过去。哦，杜兴啊，你赶快去找周神医，叫他快一点，任何事情都不许耽搁。知道了。啊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哎，没头没脑的，真是让人操心呐。哎，尽管家大业大，可是这人丁就是兴旺不起来呀。哎，见到你家主人了吗？少爷一早就出去了。他没说去哪儿了？奶奶，咱做下人的哪敢问呢。哎，杜家这根香火眼下就指望他了。你看看他整天见不着个人影，也不知他在忙些什么。要想抱个孙子，我看比登天还难呢。哎呀，京都第一名捕御敌手孙明月，我的明月兄弟来了。Thank you.
明月兄弟，朋友，怕是认错人了吧？朋友认识这只笛子？这只玉笛可是阁下的私物。哈，倒也不是，此物原是家叔所有。你可姓孙？不，必姓周。那可否告知令叔名讳？说到本家叔，我还真愿意提他一笔。请道其详。既在江湖上行走，阁下总该听说过周员外这个名号吧？是他吗？扶贫济弱，乐善好施，乾坤八卦掌传人周青，竟然是你的叔叔。阁下果然见多识广。那这只玉笛为何在阁下手上？不怕朋友笑话，在下自小就对丝竹之音颇有偏好。数日前在家叔府上初见此玉笛，发现它做工精细，十分漂亮，让我爱不释手。尤其是这绿坠上的白玉老鼠，更是精巧夺目。可是无论我提出何种条件，家叔都不肯割爱，所以只好横刀夺爱。阁下所言都是实情。朋友此言诧异，你我本是陌生人，就是因为此敌有缘相见。鄙人的话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是我出言不逊，请阁下见谅。朋友真是快人快语，其实把话说清楚就好了。既然咱们有缘相见，不如让我们坐下喝茶聊天，共道人生。不了，本人还有琐事在身，若是有缘的话，自然有机会再相见。那就不强留了，阁下珍重。阁下珍重。掌柜的，看着。哟，白爷，为何不多住两天？这么大个京城，您……白爷，您的店间已经有人给劫了。哦，就是这位大爷给您劫的。茫茫江湖，早闻大侠的美名，近日有幸得见，令在下佩服之至。好说。人说白玉堂群鸡一鹤，侠胆冰心。今天早上天华楼前那一幕可谓惊心动魄，敢为此事者当今也只有白玉堂莫属了。不敢，白玉堂与阁下素昧平生，从无来往，虽然大夫垫资是芝麻小事，白玉堂内心称情不至，但万不敢当。掌柜的，请你把这锭银子还给这位朋友。既然玉堂兄坚持，那我就不好再违背尊驾的意思了。不过这些都是我家公子交代办的。既是贵妇公子的美意，白玉堂在此一并谢过，告辞。且慢，我家公子此刻在天华楼包厢备有一席酒水，不知玉堂兄可否赏光赴会？严重了，既然贵妇公子如此抬举白玉堂，白玉堂理应亲身前往当面道谢。可是在下此刻毫无饮酒兴致。哎，玉堂兄，玉堂兄此言在情在理，可惜我家公子不能轻睹玉堂兄的风采，实在遗憾。但事事不能强求，但愿将来还能与玉堂兄有相见的机缘。当然，告辞了。不送。请教贵府公子与阁下大名。人称小孟尝的杜天风，
便是我家主人。嗯。至于在下，就不值一提了。记住了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还在，仲神医，仲神医到了没有？啊，兰儿，快快去看看，还在，孩子，孩子，奶奶，我恐怕是不行了。不，不许说这种丧气话啊！奶奶，若兰死后，为田丰找个好姑娘，两个、三个都行，只要能为杜家传宗接代。若兰在九泉之下，也会为杜家高兴的。没事的，孩子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周神医马上就到了啊！老夫人，周神医到了。我来，孩子。
这的确是一把不可多得的金刚宝剑呢。既然真的是把宝剑，杜公子为何又退还给我？难道这把剑抵不过那些粮食？果真是公侠兄误会了。北中原无情剑客，剑术无双，爱剑甚于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江湖上人尽皆知的事情。凡是有好刀宝剑留于世上，必出重金买下，或珍藏，或品玩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今日杜某能从公侠兄的手中亲睹这把人人欲得之而后快的金刚宝剑，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杜公子，请明讲。公侠兄莫要着急，你先等我把话说完嘛。人说无情剑客，剑出无情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无情剑客不但有情，而且情之深阔如山如海。这次北地粮荒，哀鸿四处，公侠兄体恤村乡耕农之苦，以宝剑换粮施赈，此情此意，天地同感。天风虽然平日待人接物不如公侠兄之率真侠情，但是也自认是个有血有肉之人，所以这把宝剑还请公侠兄原封不动带回去。至于所需那5000担粮食嘛，我杜天风分文不取，双手奉上。果然是当今孟尝，名不虚传。我李公侠替那些难民给杜公子叩头了。哎，公侠兄快快请起。人人常说点滴之情泉涌以报，杜公子此番恩义，公侠真不知该如何报答。今后便是做牛做马以供差遣便是。李公侠就此告辞了。啊，不送。少爷，府上来人说老夫人有事，请您马上回去。知道了。你确定没有听错？一点没错。走。好。芈月是生是死，有她的命。您的下半辈子，紫苏一定尽心尽力孝敬您。哎，爹。爹知道你是个好女儿。芈月，五薄啊，她没能好好享受你的贤惠。哎，这是命啊。巧儿，搀你家夫人回去吧。是。
老夫人，周神医来了。老夫人，快请坐吧。啊，多谢老夫人。我孙媳妇儿的病可有说法？这说法嘛……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给我孙媳妇看病已经好几回了吧？你怎么回回都是吞吞吐吐的？快告诉我，我孙媳妇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回老夫人的话，学生悬壶济液，至今已有20余载。像这种没有病由的病，我还真是没见过。那按你这么说，找不出病因就无法医治了？正是如此。你什么话呀？难道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吗？老夫人息怒。好好好，没事，你还是坐着说吧。老夫人，令孙媳的病虽属疑难病症，但学生呢也有一个大胆的推测，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呀。这要是对我孙媳妇的病有益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就是说错了我也不怪你啊。那就属学生直言了啊。说吧。令孙媳
请过大夫了吗？大夫怎么说？若兰没有病，她是中毒了。藏心到老，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黄昏大亮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Oh,